少少長啦。咁咧今朝早咧，見到咧我哋就拎咗一份嘅呢個薑片上上嚟咧，就同大家分享少少嘢。咁點解咧會係突然之間讀出咧？就我唔係想講我寫篇文章，其實咧好多時候咧我都會即係講講啊，我寫篇文章啊咁樣。今日咧我會係講另一篇嘅訪問稿喺呢一個間工作嘅。咁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到嗰份間工作啊？就如果你真係應該啦，如果你家長嚟咗咧，應該係俾咗你家長噶啦。如果你家長咧冇嚟到咧，咁應該今日會俾你啦。咁無論你係邊一位，即係你揾你家長攞啲翻屋企咧，我都嚟住翻你去睇睇。因為咧，即係我哋出嗰啲，其實學校咧就每年都係出兩期間嘅通訊啦。咁每一期咧，其實咧係都每個內容都係咧係。係話咧，係即係淨係講啲學校啲消息，而係咧，我哋喺當中啦嚇，係俾一啲即係正能量俾大家。第一篇咧係咧，即係請大家去效法嘅資料俾大家，同埋咧係特別咧，我哋每一期都會訪問一啲校友啊、學生領袖咁啊，咁俾大家咧係思考下我哋嘅先師者。點樣去成功嘅咧？咁會引發到你去思考，即係學習嗰個嘅情況咧咁樣。咁咧呢一期嘅專訪嘅校友咧就係、是、一位叫林翠樹嘅校友啦嚇。咁啊，而家林翠樹校友咧就喺邊度咧？亦佢喺美國嘅新澤西州普林斯顿大學。咁呢個嘅即係博士位嘅啦，咁就係呢個普林斯顿大學咧係一間非常之出名嘅，即係喺美國嘅大學啦。咁咧咧即係其實同呢個美國嘅耶魯大學、哈佛大學都係一啲齊名嘅大學。咁啊，點解要即係講呢位林翠樹嘅校友咧？因為同佢嘅訪問稿裏面咧有幾點值得我哋去思考。第一點咧，佢喺訪問稿裏邊咧就寫咗句咁講，佢話咧係劉翠樹講噶，我認為陳珠嘅同學咧應該有自信。或許在學術上，我們未必最好，也不一定輸在起跑時。我哋應該要發掘自身嘅價值。咁咧，佢呢一句咧就。我覺得幾值得大家思考嘅，輸在起跑線。佢話也不一定，即意思即係話咧係對於係好多我哋喺直接上嚟讀書嘅同學啦，你可能喺小學期間，你基本上咧咧即係都唔係喺即係最叻嗰堆嘅同學裏邊。咁有人咁講啦。你喺幼稚園、喺小學都係一個咧一般嘅學生，咁會唔會你已經係輸咗起跑線咧？咁樣佢嘅勸勉就話：一起跑線重唔重要咧？我認為重要嘅，即係你唔好以為咧起跑線唔重要咁啊嚇，即係都話乜都輸曬佢啦嚇，即係做到尾嗰個即係考試先至再明啦嚇，譬如中學同學，輸曬佢啦嚇，所以起跑線。啲中間都唔使理啦，又唔係咁意思。而你真係假若你真係個起跑嘅線係輸咗，即係話你起步慢咗，即係你咧即係開始嘅時候係俾人哋慢咗好多拍，但係唔代表著你唔可以繼續努力嘅。你代表著咧，你係咧即係可以成功嘅。呢個我覺得咧值得去大家探索。咁當然咧就你都要檢視一下啊，你輸喺起跑線，你輸啲乜嘢咧？係咪你冇咗嗰個嘅自信心咧？亦或你冇咗嗰個勤力度咧？因為你即係起跑嘅時候係個懶惰咧？我希望咧，我講你唔好講啊！
咧，我都講啦，你有啲介紹咧，你只係即係喺呢度有其他嘅動作，我唔係好希望咁樣發生啦。呢、這個劉同學咧，佢呢、這個點樣嚟探索反思？咁第二個咧就佢咧就話佢做邊嘢嘅研究咧？佢做關於香港歷史研究。咁呢個香港歷史研究咧，咁佢就話有一次嘅歷史嘅考察，就啟發到佢咧係做歷史研究。咁呢次考察咧，其實我都有提到㗎，即係好耐之前㗎啦。咁佢講到咧，佢虎門嘅考察啦，同埋佢呢個嘅即係廣州嘅呢個嘅陳家祠嘅考察啦。記得我應該我嗰次就話，咁佢考察嘅時候係應該讀緊呢個嘅即係初中嘅年級。咁即係換言之咧，就係俾我哋第二個思考就話咧，係我哋其實除咗喺課堂裏面即係教大家之外咧，學校都好注重咧呢一啲嘅考察活動。咁咧即係俾大家咧出外嚟到佢咧睇呢個世界。咁佢阿林卓成同學透過睇呢個世界咧，啟發到佢亦好中意咧讀歷史。咁而佢咧點解咁中意做香港事咧？佢嘅研究嘅即係論文咧係做咩咧？就係、是、做呢個嘅即係喺東華醫院喺1870到1930年嘅東華醫院咧喺香港度提供殯葬服務呢段歷史。咁呢就係香港事咧。佢話因為我哋成個歷史咧嘅課程有。中間嗰時候，香港市咧嚟到假期，咁佢覺得咧呢、這個香港市對佢有好大嘅啟發。咁之後換言之咧，係你學課堂學習嘅嘢，你出嚟考察嘅嘢，其實都可以啟發到你咧，係咧將來嚟到去繼續嚟到去研究。咁所以咧，我即係鼓勵同學去珍惜每個課堂，珍惜。每一次咧係學校提供俾你嘅機會，出嚟做呢個嘅即係考察。咁啱啱咧就上一次考察活動過咗啦。咁我唔知你嗰次勤唔勤力嘅努力啦。如果你係即係馬馬虎虎過咗嘅，咁嚟緊一次咧係即係一月都有考察繼續嘅。咁第三個咧就即係問佢，佢想。想阿林同學咧，同呢個嘅即係家長同學説啲乜嘢咧嚇？佢建議我講話咧，係我深信人生嘅路會充滿不可知，但係我會信靠神嘅旨意，只要憑信舉望，處處都係神嘅恩典。正如聖經所講，你要專心仰望耶和華，不可依靠自己嘅聰明，在你一切所行嘅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佢特別咧係即係去到訪問嘅見面嘅時候咧，就問佢：啊，你對同學、對家長有咩講咧？話最重要就係唔好依靠自己嘅聰明。最重要就係咧，世界有好多嘅變化咧係人唔知嘅，人生充滿好不可知因素。因為咧係咩？即係如果你明白我同學咧，佢喺學校，如果你見到名人網嗰度咧，會見到佢嘅名嘅。見到佢有名咧，就係、是、有一年嘅傑出學生嚟。但你又留意咧，佢喺高考試成績裏邊咧，佢唔係最優秀嗰幾位嘅學生。所以咧，即係佢咧係咧，即係喺呢個讀完我哋喺傑出之後咧，就唔係去咗咧佢最深嗰間大學嚟到佢咧讀歷史。但係無論喺邊度咧，佢都係非常卓越啦。所以佢喺呢個嘅即係香港嘅其中大學裏面啦，仲攞到一級榮譽嘅畢業。咁然後入咗去中文大學咧，就讀呢個嘅研究員嘅。咁然後咧就有五間嘅大學咧收佢讀呢個嘅博士學位。又不過佢選咗咧普林斯顿大學，因為呢個大學咧就係、是、有最佳嘅獎學金俾佢啦。嗰啲都唔係即係。重點就係、是、佢特別寫呢一句就話咧，
好依靠自己坐，係要思考上帝喺每個人生命中嘅帶領。所以緊要，如果你而家已經係即係有強力讀書，有好唔錯嘅成績，繼續努力。但如果你而家喺人生嘅比較咧，即係一般嘅境況嘅時候，你都會點咧？即係靠著上帝，因為咧，即係當你依賴上帝嘅時候，你要專心仰賴上帝。咁咧，上帝就會指引你。咁我覺得咧，即係遲啲咧，就我哋有機會再會問翻佢啊，讀咗呢個嘅即係博士位之後，點樣人生嘅旅程咧啊？佢嘅信仰點影響佢嚟到佢繼續學習咧？呢繼續我哋會。可能自己年後會再問下佢有咩生活歷程，可能咧佢有機會翻嚟咧，我都會請佢嚟學校大家分享。不過咧，即係我鼓勵大家咧，係即係有時間去睇睇佢呢一段嘅專訪，係俾我哋陳超同學去體會到就係我哋未必係喺教線上好，即係開始受咗好好，但係。好介意喺邊度起跑線上，總要今天你就咩咧？即係冇依靠自己嘅聰明，靠住上帝俾你嗰個嘅能力，你要做好，咁你就會成功。同樣地，珍惜每次課堂上嘅學習，每一個考察，都可能啟發到你咧，係咧，做多人生好有意義、好有價值嘅嘢。咁而咧，同學咧就即係。好浪費咗今期我哋呢個專訪，不過咧好好嘅俾大家睇下，同我一齊有幾多嘅時間。天父，我哋感謝你，因為你俾我哋學校都能夠咧秉著一個嘅基督嘅精神嚟辦學，特別我哋單止教導同學有好嘅學習喺學識上嚟到去增長，我哋學校都教導同學唔好依靠自己嘅聰明。但要仰賴上帝，上帝就會指引我哋多行嘅路。所以求主俾每一位而家在學嘅陳超同學，都可以下發佢哋嘅師姐劉少全同學嗰種嘅努力，嗰種嘅用功。我睇見劉同學佢驕傲謙卑地去仰望上帝，所以我哋求你俾我哋每一位陳超同學都係驕傲，係謙卑地仰望上帝。更加重要就係林堂講到，我哋唔好介意，我哋已經輸在起跑線上。我哋雖然已經係發力遲一啲，但我哋深信，如果我哋繼續努力嘅時候，我哋一定會有成功嘅一天。所以求你俾我哋所有陳超同學都唔好介意，我哋喺起跑線上面，我哋慢一點，但係我哋就由而家呢一個地方繼續起跑，以至我哋可以咧即係全力以赴。爭取更好嘅成績。最後，我哋體會到林同學都佢好珍惜佢喺學習喺呢個學校裏面每一個嘅學習課堂學習考察嘅學習，以至啟發到佢而家嘅即係呢個嘅興趣，同啟發到佢對呢個研究嗰種嘅即係啟迪。我哋感謝你俾我哋學校都提供俾同學有好多同學習嘅機會，願我哋每個同學都珍惜每一次學習嘅機會。主耶穌，我哋求你幫助每一同學，連一個循環周繼續努力，嚟到佢咧咧，即係長進喺自己嘅生命喺自己學習上面繼續長進，願主祝福呢每一位嘅同學。我咁簡單嘅祈禱、感恩、交託，我特別都為著劉祖全校友，佢喺美國嗰邊讀書，我哋求你俾佢喺各方面都順利，願你祝福佢，帶領佢，亦都祝福我哋每一位。在陳書裏面繼續學習的同學，我特別將呢班中學同學交上，願你帶領佢哋前面要面對個文憑試，願你加力賜智慧賜平安俾每一位中學同學。我再次將佢同學交上，願你祝福，祈禱感恩，奉耶穌基督的名祈求，阿門。